好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，今天与好朋友分享品源日式花园。最近网络上常常看到介绍品源日式花园的文章和相片，星期六投票完，先到卓兰采橘子，接着到品源日式花园走走，再上台北。品源日式花园位于苗栗头份市双喜街20号， Google 搜寻品源日式花园即可导航到达。这是一处私人庭院，没收门票，但是车子到达就有人会帮忙指挥停车，并收取50元停车费。花园参观分成左右两边，可由其中一边先参观往上，再走另一边下来。花园维护得很好，景观很漂亮，有时间不妨到此一游。现在先透过荣享的镜头逛逛吧。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，拜拜。